画面可以看到警方大阵仗攻坚逮人，果然发现嫌犯踪影，也立刻上前将人控制。而远景要进入嫌犯房间搜索时，只见范闲大声拜托，原来房间内是自己怀着七个月身孕的女友，就怕另一半被惊扰，这才向警方请托。带你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。辛苦在三明遐无？我无，我来再讲，你看啊，我你看。我报警，叫你卖枪的。事发在6号上午8点多，台南永康区。原来这名陈姓男子平时藏毒，还拥枪自重，为躲避查缉，还刻意以女友身份租屋来藏匿行踪，但依旧逃不过警方法眼。经过多日埋伏跟监，眼看时机成熟，远警趁嫌犯开门毫无防备外出时，一涌而上，将人控制行动，并搜出3把手枪、多把子弹跟违禁品。而要进入嫌犯房间时，范闲还几乎大声拜托不要惊扰到房间内怀着身孕的女友，只是即将为人父还做坏事，如今也得进到牢里反省。